胖妈，半个海人古铜吧。往年菠萝蜜啊，你们吃七八块钱一斤都觉得贵。今年啊，行情不一样了，果子的熟都在树上了，都还没过来收。来，我先让你看一下。哇，看，哇，果肉都是这么金黄的，看，果肉这么金黄，又脆又甜的。像这样子的菠萝蜜啊，你们要是喜欢吃的，点个小爱心，来我直播间，几十米啊，对吧？满满一大个呢。